其实我就很想拍一个有月亮，然后还有流星飞过去的画面。进他岳父做流星雨，一小时只有5颗，然后抓那个天亮前这段时间，原本预定是3点开始拍的，但是太难起床了。这边星星还蛮漂亮，然后月亮蛮亮的，好吧。就来这边拍。这里是朝境公园，然后远方是九份，这里是基隆山跟九份。这星星还蛮漂亮的，就这个现在的壁虎落在这个角度。在月亮旁边，真是有点尴尬。再把月亮剪的光啊，我倒是觉得好像不太需要，就跟着月亮干吧。这点在月亮的左边，有2颗很亮的，快靠近上面那一车5车2那里。
所以现在抓的幅度应该够大了。Thank you.
点了，收工收工，孕妇做流星雨成功，收工。来看一下那个，太。三跟九份，等一下，然后我先看有没有流星吧。是，果然是不适合拍流星的月光。嗯，人生嘛，人生总会有第一次。孕妇做流星，也希望能帮你出下三颗就好，希望你拍到三颗。这次孕妇座阿法流星雨呢，是我从一个日本 YT 频道看到的，所以我就去中文网站搜寻，中文网站呢都没有今年这个流星雨的资料，只有去年有相关的资料。最后我用日文搜寻，才找到一个日文网站呢，它有说在日本极大期的观测时间呢是9月1号的6点到7点。这时候已经是白天了嘛，所以基本上，不利于观测。那还有的原因呢，就是它的 LHR 呢只有5，是一个非常小的流星，它的极大值时间又是在早上。不过这是日本时间了，台湾时间我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找到中文网站有介绍今年这个流星雨的观测时间。还有的原因就是它的辐射点刚好在月亮旁边，虽然当天是残月，只有 35% 的 月光。但是这个光害其实也蛮严重的，所以我想这就是孕妇座阿法流星雨它很难找到资料的原因吧，就不用想去看了。对对对，我当天在现场其实我也没有看到流星，因为月亮太亮了，你抬头抬了10分钟15分钟你就受不了了，你脖子就很酸了。然后最后是靠相机录影的，大概70分钟，然后。后来总共捕捉到33颗流星雨。事实上，我上次8月13号去武林农场拍了英仙座流星雨，然后当天回来八斗子，我又上去我家顶楼拍摄英仙座流星雨。不过在八斗子拍呢，它的光害很严重，海上渔船很多，但是还是拍得到流星。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既然海上渔船光害这么严重，那如果月亮的光害呢？一般拍流星不希望会有月光的影响，所以尽量就是在月亮月初之前或月落之后是比较好的观察时间。那其实我就很想拍一个有月亮然后还有流星飞过去的画面。我上网搜寻了很久啊，有月亮跟流星一起进去的画面很少，除了上次台东有一个是中国火箭掉落被误认为是火流星的那个之外，那旁边刚好一颗月亮在那里，你会看到那月亮其实也是过曝，真的很亮。然后还有就是美国好像有一个超级月亮，说有一个人从高空穿着的喷射衣，然后整个穿过月亮下来，引起很大骚动。后来他出来澄清说那是他穿喷射衣，然后故意造成的画面。所以基本上要拍到月亮跟流星同时出现画面很难，这次的机会很难的，就是它流星雨的辐射点呢刚好在月亮旁边，所以我原本想拍流星跟月亮一起出现的画面呢，这次是个很好的机会。然后我去年才开始拍流星雨，觉得说如果我想拍这种画面，我就去拍吧。我觉得只要那个流星够亮够大，基本上还是能捕捉到一两颗。月亮旁边有流星雨飞过去的画面，对。然后我就是菜嘛，我去年开始拍流星雨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我一定要去拍拍看，不行就算了。
总是要尝试一下。那如果其实你们有拍过任何月亮旁边有流星飞过去的照片或影片，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因为我上网搜寻这个照片真的好难找啊。理论上应该是没有人这样去拍的啦。月亮光害那么大，你又要去拍流星，就跟你早上你看不到星星是一样的道理，太亮了，白天看到流星真的很难，除非是那种火流星的那种。后来决定呢，在9月1号的3点到5点，天亮前，5点已经太晚，那时候天已经很亮了，3点到5点的时候呢，去拍两个钟头，赌赌看运气。那最后我拍摄的时间大概是3点40到4点50左右，大概70分钟有33颗流星雨。真的有拍过任何月亮旁边有流星的画面的，记得可以 po 的链接给我看一下，就这样子。那我们下次双子座流星雨再见吧。我还在找地点，我还在找地点，要去哪边拍？可能到时候还是上我家顶楼拍一拍就好了。对，好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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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